在人生路，戏歌斗阵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丽斗阵来看戏。今日咱们继续来看《大明春秋》。两国啊，在这个玉门关交战，林王爷陷入这个敌军的圈套。那大不倒的林王辉，哇，仰着伊这个大号声，是冲出这个包围。那后面啊，这个官兵对的是安安安。那林王辉就将大号声藏在这个芦苇当中，结果落大雨，伊的大号声全乎这个大水冲走。随后林王辉不倒内面的鞋啊也出事了，马哥和老虎夹走。林王辉一个下就失去了两个后生，非常的痛苦。好在在林王杀出重围，赶来救了林王辉。夫妻两人根本就无时间去找后生，因为匈奴的环境，万岁命林王马上就出征。林王只有奉命一个沿江的州府继续去找影，夫妻两人赶赴边关去抗敌。好佳哉，林王伊两个后生皆无死，大后生和这个女殿官的夫人捡到，细后生啊和这个殿半仙去捡到，即嘛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咯。目睭一年，时间就过了十八年，林王甲林王辉倒来玉门关找后生。那伫找后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发生什么款的故事？精彩好戏继续为您来播送。相信我祖传的子绝袂这么轻易就死，因一定要活在人世啊！但愿日出啊！王妃放心，你先回家多，但待本王找到咱家，马上回家便是。不行的，我已经盼望了十八年了。这次我一定要跟你同齐前往玉门关找回咱家。王爷放心，咱就打扮做平民的百姓，这路上也好相查民情啊。啊，也好，来呀！在平民打扮，随本王前往玉门关。是，回家。
多谢老阿伯啊，请你一杯啊茶。哎，多谢，多谢哈，多。哎呀，点头家啊，你真好面相哦。哪有啦，小心你人尔啦。无，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较详细。来，坐。阿姐。坐。是飞黄腾达，你是我这四十年啊所想的第一顶人哦。有这款的代志？有，我讲，我茶饮者，稍等我来看一下手上的骨卡准。好，老阿伯啊，咱茶搁饮一杯，再看。饮者更快，饮者更快啊！天哪咯！王爷，那边一间茶馆，咱不如在此休息片刻，再做打算。也好，前面大路，是，来。哎呀，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苗，你将来啊！人是王侯，就是将相侯。相相啊，你真爱讲笑。无，我无跟你开玩笑。来，你跟我讲，你今年几岁？叫哪名？我唔知。我叫做赵
好老阿伯哈。我哋咪听，红鬼哈，这少年甲咱家当年记，又是王侯之命，一定一粒车，面貌甲我西藏七八款的亲像，莫非伊是咱识路的邻居？伊无可能是咱大汉叫人儿，咱要是沿着江岸再探听消息吧。啊，哎，王妃啊，咱就坐落来饮一杯啊茶，顺便向那店头家详细搬问一番哈。既然王爷要饮，你就好好饮去吧。我先到江边先找就是，白银在等行。啊，王妃。红灰啊啊啊啊啊啊要是这里急性哈先生啊、哎、要是这本钱你就免走了哎呦嘿嘿嘿嘿那这地呢这地啊也随我请你来再喝一杯你做两招做两招
大概是认错了啦，咯。失礼，失礼咯。不要紧，不要紧啊！我才到这大汉啊，还阁唔捌听人叫我一声五厘的呢。哦，这是真的哈。当然嘛是真的，老阿伯，你年纪这大啦，卖定徛遐啦，来去平息。多谢咯。头家哈，哎呀，我看我像我的邻居，不由讲乡里，到处心内有主意，小姐的妙计来去。点头的哈，桃花家住开封，无惊无疑，变卖家产来到厝找第二，谁知第二不幸接命死，这的媳妇也该嫁他兄弟。啊，啊可怜阿伯，俺就不计不母亲了。是哈、啊，哎。范仙，范仙，范仙啊，你也来为老夫算账一卦如何？你哦，你免算了。哦，出话再讲哈。阿丽呀，你高头了气，连到嘴骨低个屁，你注定是无人知。那何问如何啊？无忙，敢有依靠？全无。那这必如何是好啊？做个家己甲别人讨你，嗯，哈、啊，我歹命，我歹命，做客家就爱行，像我得到这卡风秋风，变惊卡变听，是要怎样做客家？啊，唔做去吃，唔做去吃，你咪靠啥人啊？无人靠，嘛着找人靠。哦，罗环范仙，替我写一张文稿。写文稿？哈哈，吼吼吼！啊，唔吃你咪写什么文稿？哦，写一张为人做老爸的文稿。那、啊，为人做老爸？无唔对，无唔对。我就是要卖给人做老爸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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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亏，笑亏是真笑亏，老伙仔你讲话真笑亏，啥人要卖了米，还了机会？只好放在你老年会，我看你已经老翻点，我老倒退，要卖人做奴才呀，拢无人卖。特殊一只猪仔皮啊，猪仔皮。哈、啊，我已经是老翻点，又是老倒退啦。不对，我唔管，我唔管，我要是要卖下，我来念你来写。嘿嘿，别叫我写，
你就爱付我钱了。啊，哎，但我那是卖出去，唔就有钱咯。啊你，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反正啊，我盈盈当作在你看交易，我替你写。交你这我阿弟，别跟你水钱。我好处多谢半仙。免谢免谢免谢。来来来来来，阿弟啊，哎，你要写什么来？你念我写哈。嗯，你就写。老汉不卖身，卖人做爹亲。好啊，啊要卖要卖我，落你去卖我，唔相信有人通甲你卖。来，哪弟，小啊，送你咯，免钱送你。如此多谢半仙，免谢都免谢。没人做听钱，这位老伯，你受困难是吗？啊！老伯啊，我只要五十文，就先帮助你，你就免免钱啦。这五十文可以多一时，不能多一时。我有事就买啊，什么人要买老伯啊？有什么人要买我做老伯？就卖十两银，下十两银哦。是啊，就卖十两银，什么人要卖我做老板啊？好啊啦，好啊啦，哪有人哩卖猪甲卖狗，哪有人哩卖老板？我讲你啊，讲你卖到死也无人当甲你卖，你老老毛，你老老毛，你毛神你。不值啊，你看。小明说：“真正要买人做老爸哦，陈老板啊，你要买伊做老爸哦？是啊。哎呦，哦，来阿弟啊，来阿弟啊，这做哪人买买？阿你不买买，你别到店来乞丐个钱啊！阿你，我这，哎呦，阿弟，哎呀，小马，小伙计啊，你就爱考虑好事。”买老爸可不是买牛买马，你若是买我做老爸，不但就爱给我吃给我用，我若是辛苦病痛要着开钱请医生，我若是亡身要着送我上山顶。我想啊，恁要是三思而后行哈。到阿伯哈。天天只求定亲，将官当做神。
免拜免拜咯，该拜该拜。白真是真笑话你啊嘞！阿爹，这条文稿啊，也已经没内容了，害你啊，将伊收起来。慢车子，慢车子。哎呦，恁无用，恁无用，我阁真有用咯。哦，放心啦。你提这条文稿要做什么哈？哎呀，老兄弟啊，这阵啊，这时机歹歹，替人带你碎命，都不如啊，无你别人做老。范仙啊，多谢你替我写了这条文稿，我今日才有依靠。哦，别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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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阿弟啊，本范仙哦，这得你今天去请素师，我来去，我来去了。我叫你好了呀，我来去了，可以啊。顺来去啊！顺，老妹妹老妹，不会，你怎讲老妹妹老妹？你唔捌会，你唔捌会，你唔捌会你啊！我系搬瓜去咧，我搬瓜去当趁钱未歹呢，咩？我来明白，讲老妹妹老妹，妹老妹。请你嘛面请，我只请我好料的护理请。嗯，哦，孩儿啊，做人应该知恩图报。这位小兄弟一路上对为父多加照顾，咱应该好好答谢才是哈。应该应该，这位大哥啊，请随阮入来，连阮父亲好好甲你接待。请阿爹，阮好你来。让伊拖回府。是。来一场畅想之旅，想一场碧海金沙的日落，像一片洁净无瑕的海滩，像一片色彩斑斓的花海，像一个万物共生的自然。在这里，旅游是一种享受。享用文化大餐，享受文明成果，慢品人间烟火，享受美好生活。文明旅游，畅享欢乐。
休不来听。是，救命啊！救命啊！对不对？救命啊！救命啊！阿姑，阿姑，是好的。公主，公主，你真是好大个。龙马是你，龙马是你。老师啦，我不是故意的啦。夭壽啊，夭壽这个啊，是比那个佫较水，像伊转来拄笑就好啊。哎呀，走，笑转来去。是。哎。天化日之下，更加强抢民力。老插头，你是话句险险啊，也敢光去分少爷的阴暗事啊？哦，你乃是何人，也敢无处强攻？是啊，你这个老插头，竟然都唔捌我，唔捌啊呵？那你呀、啊，就细听你的教戏，详细依我听啊。啊你好小爷你听六本官来花花香几秋杂皮水干风送我家乡一个梦小小七岁跳枪弓这个老头也敢教训本少爷，来呀、啊！走，怕会死？死！哭！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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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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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公主。Thank you.
离间十足，你走我再一堆。终于走起了。王妃虽来。啊，果然。Yeah.
王爷在恁闹气，卖身为父哇！什么？王爷要卖身为父？是呀、啊，堂堂的林王爷竟然在恁闹气，卖身为父，我看伊根本都无心要找找亲生子啊！哎呀呀呀！不会啊，是林王爷伊那林王妃必福出巡，在你身吹受殿下。本公主。也那是跟林王府搭上关系，岂是回鸿天达？什么人？是我！你误会，误会，我是好人啊！你是什么人？今夜在此做什么？我是被歹人追杀，将我搭上阴处。我才到到此地啊！哦，起来吧！啊，多谢。啊！一。
少年，既然你被人打伤，我身上都有伤药，可医治内伤。白银在，将伤药送给这位少年。是。真的是治疗内伤的妙药，你得服下就是。哦，多谢。这位大娘，看你并不是本地人啊，本是京都人士。那来到这边水秀地，到底为了何等要素？怎么？啊，大娘啊！你那是需要帮忙，本公主一定会尽力相助啊。王妃，咱诸皇心碎，小世祖，付出渺茫，英雄不。大明春秋看到这是越来越精彩了，安尼刷落来故事到底会怎样来发展呢？明仔日的上一个时间，依然是中午的十二点。